许巍《曾经的你》现场版别有一番风味，这个节奏太有层次感了。前奏这个节奏型非常经典啊，第一个和弦 F 和弦，然后呢第一下六根琴弦都扫，下可以适当重一点，然后接下来的五下呢拨片轻轻的点四五六弦，这个低音弦就可以轻一点啊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呢最后一拍也是全扫，下下上前八后是六的节奏啊，我们试一下啊，下点点点点点，下下上 C。注意啊，就是和弦根音在几弦呢，我们就从几弦往下扫， C 和弦根音在五弦，就要从五弦往下扫。弹唱部分的时候呢，它的节奏型就是一个万能的摇滚节奏型，非常的经典，像蓝莲花也是这个节奏型。四拍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都是四拍换一个和弦，来跟我一起练。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